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五十三面，五十三面倒数第二行，从二这里看起啊。二，广狭自在无碍门，这是《华严经》十玄门里面的第二。华严经界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菩萨啊，他们的境界。入这个境界呢，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得道了、成佛了啊。在佛法里面呢，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啊。他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都放下了，怎么个入法？先首大师在《探玄记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他略举十门，每一门都能够契入华严境界啊。十，同学们都晓得它是表法的，它不是数目字啊，它代表圆满。换一句话说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能够契入华严境界啊。但是这一切放下之后啊，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之后，障碍就没有了，就通了啊。此地所举的这些例子全都现前了。那我们现在现不现前呢？现在现前，也现前啊。现前因为我们放不下，放不下就不能够契入境界，这道理在此地。所以障碍呀，永远不在外面，都在自身啊。从理上来讲，凡夫成佛了，就在一念了，一念觉就成佛了，一念迷呢，那就是凡夫啊。这一念也不好懂，什么叫一念？啊，很难得，现代的尖端科学，这量子力学里头发现了，这个十玄门呢，量子力学里头能够解释，啊，用科学的方法解释，解释的不错。他能不能入进去呢？给众生不能。为什么不能呢？他那个解释跟我们理解的是一样啊。我们这叫解悟，啊，知道这回事情，知道的很清楚，没错误，可是你做不到，
啊，要做到什么？证悟，那就犹如境界了，你真的就成佛了，啊，证悟才行，啊，所以说科学家不容易啊，啊，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，啊，发现事实真相，啊，发现了，啊，不是他直接的境界。他是利用很多科学的工具发现的，啊，而古时候没有这些工具，用什么方法发现的呢？他用自己亲证的方法发现的，那个管用，那是证悟。啊，这亲证用什么方法？用禅定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放下。放下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，你得到佛法初级的禅定。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世间禅定有四禅八定，有八个层次。啊，那个入不了佛的境界。啊，那是世间法。能够通达六道轮回里面的状况，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佛法是超越六道，啊，所以他没办法，啊，得在四禅八定啊，再向上提升，啊，《楞严》会上讲，阿罗汉证得九次地定。你看，八定是世界，九定就出去了，就证阿罗汉果了。这是佛法，这佛法不究竟，小乘，啊，是佛法里面的初级佛法。啊，就像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的实性位，啊，诸位要知道，实性位是佛教的小学。啊，那再进一步啊，把分别也放下，就是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清楚明了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那这个定比阿罗汉高了，菩萨所证得的。啊，菩萨的戒位。很多古来祖师大德的判教不一样，判教的他们看法不相同啊，所以所分的这个级别呢也不一样。在中国这2000年来啊，对于判教呢，一般人都认为天台跟贤书判得最好啊，非常合理啊，所以这两家几乎学习经教的人虽然不同宗派呀，也用他们的方法啊，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注解，黄念祖老居士就用的贤书的方法啊，无教啊，小时宗等于小时小乘啊，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小学啊，时是要开始啊，好比是中学啊，实教是中学大乘的开始。宗呢是大乘的宗籍啊，好像是大学啊，圆顿呢这好比是研究所啊，一步一步的向上提升的
所以佛陀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佛门里面的学位名称，啊，你进入佛门的小教了，这就是阿罗汉，啊，他有十个等级，一年级到十年级啊。啊，实教、宗教亦复如是。啊，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往上提升了。啊，菩萨相当于硕士学位。啊，第二个学位，最高的学位佛陀。啊，现在学校称博士。啊，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。啊，所以这是佛教啊。三个学位的名称。黄念祖老居士做注解，完全用的贤首家的五教啊，用的五教啊，用华严十玄门的次第。我们这部经上很明显的 啊，前面第一是十门里面的总门啊，非常重要啊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，一切法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同时同处，这个具足就是圆满的相应啊，我们把相应呢换一个字，大家就更容易懂得了，就更明显了，把那个相啊改成感，感应啊，相应确实是感应的意思啊，你看一切法同时同处圆满的感应，这句话用我们现在容易懂的话了，解就这么解释。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非常难得，我们也得感谢近代先进的科学。啊，如果没有量子力学，没法子解释。啊，而量子力学也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情。啊，它能解释。啊，为什么？量子力学也肯定宇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物质跟精神永远分不开，啊，这最近量子哲学发现的，啊，那么佛经在300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就讲的这么透彻，啊，比他讲的还圆满，啊，所以现在的时候，我们用科学的时候来证实、来证明佛经没有错误。我们能够相信啊，啊，那重要的是要建立我们这一个宇宙人生观，这个很重要啊，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，我的一个念头不管是有意无意啊，这个念头是正还是邪啊，念头才起就周边法界圆满是感应的啊，这个念头就是感啊，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事万物它就应
啊，感应佛经上说的清楚，有四种形式，啊，显感、显应、显感、明应、明感、显应、明感、明应，不是没有感应，绝对是有。有的时候你自己觉察到，有的时候觉察不到。啊，量子力学里头也讲了这些例，讲了很多例子。啊，譬如这个地方，蝴蝶，两只蝴蝶，啊，这个扇扇它的翅膀，可能在几百里外、几千里外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就起了飓风。哎，它起作用。啊，为什么它影响那么，影响到那个地方？那天有缘啊，有缘它就产生起了作用啊。所以佛告诉我们呢，起心动念不能有邪念，不能有错误啊。啊，错误是哪个地方有这种错误的缘分啊？它那条就起作用。啊，这些例子很明显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宇宙跟我们是一体，地球跟我们是一体。今天地球上灾难很多，有没有办法化解？有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地球跟我是一体。我的念头要是正，没有邪念，地球上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灾难佛经上讲得清楚啊。啊，水灾是贪感应的。啊，现在地球上水患麻烦了。啊，南北极的冰要融化，海水要上升，沿海的城市通通会淹没。啊，佛说这什么原因呢？比科学讲得更深，科学还没讲到。啊，佛说的，这是地球上居住的这些人贪婪所感到的。啊，地球温度上升，这是麻烦大了。科学家警告，如果上升4摄氏度，这地球人就不能生存了。啊，许许多多的物种都消失了。啊，温度。怎么来的？佛告诉我们，是一切众生嗔恚这个念头感应的。人嗔恚，你看满身都是发热，啊，发脾气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在这里发一顿脾气，地球的温度就加一点，它就升一点，啊，气体那个效应呢？就非常非常之大啊！现在真的贪嗔痴都是集体的，哪个地方没有啊？愚痴感应的是风灾啊，傲慢感应的是地震啊，还有疑惑啊，对圣人的教诲疑惑，对古圣先贤的教诲疑惑，啊，一定要等现代科学把它证实了，你才相信。
啊，通通都是感应灾难的因素啊！啊，所以佛的国土，啊，佛的教化那些地区，啊，他居住地区没灾难，极乐世界没听说有灾难，华藏世界没听说有灾难，啊，不是没有啊，人家有方法防范呐、啊。让这些灾难不升起呀、啊？什么方法？教学，天天在讲，天天在教啊！所以接受佛菩萨教育的人，他没有一个邪念，当然更没有啊，这个不善的行为啊！所以他们居住的环境永远不会有灾难。啊，他们那边的人从来没有听说哪个生病啊，没有啊。这道理在佛经上全都有啊。啊，我们希望这个量子力学还能更进一步，把佛在经上讲的这个因真实。啊，古这些事实的时候，科学家认识到了，啊，但是呢，真正的原因还没找到。啊，我们现在人很可怜，必须等到他找到，我们才会相信。啊，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啊，不听老人言呢，吃亏在眼前。老人古圣音显现，诸佛菩萨老人了、啊、他们真的了，他们真的是科学家了，他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、啊、他完全用禅定的方法，甚深禅定里面把宇宙真相全部都看穿了，没有任何秘密。啊，科学一定接种机器啊，试验那真是这个很麻烦了、啊、而且不究竟啊，可是现在他们发现什么呢？发现这个世界没有物质。那我明明看到这物质，那怎么回事情呢？他说物质是意念的累积连续的现象，它是意念的产物啊，这是近代量子力学发现的啊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。啊，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前半段讲宇宙的缘起，宇宙怎么来的，跟现在量子所研究的完全相同啊，还没有达到还原观，用还原观讲的本体，他们讲的本体啊，用佛法讲呢，他讲到阿赖耶，没讲到自信啊，阿赖耶被他发现了啊。法相中所讲的这个宇宙啊，除了事之外什么都没有啊，是什么能变嘛，可是能现能生是什么，那还是个大问题，还没解决。啊，能变被他找到了。啊，这个宇宙之间千变万化，为什么能变？找到了。啊，佛在阿赖耶讲阿赖耶有三细相，
啊，现在这个量子力学的时候讲，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：能量、物质、信息，只有三样东西。这三样东西确实是阿赖耶的三细相。阿赖耶的业相就是他们所说的能量。啊，阿赖耶的转向就是第七摩那识，就是他所发现的信息。啊，这个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。啊，物质从哪里？物质从信息里的变现出来。啊，这个唯识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可是唯识没有讲到究竟处啊。啊，这个能生能现的没发现的，啊，那是自性，那是波动的现象。波动就是能量，啊，这个能量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个能量？这个问题现在没解决，啊，佛经上解决。那是自性的本能，自性本来具足。啊，佛法修正到最高的层次，明心见性，啊，大彻大悟，你见到本性，本性是宇宙万有的本体。啊，释迦牟尼佛30岁的时候。入了这个境界，啊，在华严经讲的时候，入华严境界，啊，那么在中国，唐朝时候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24岁，人家也入这个境界，啊，这才对于整个宇宙。性相事理因果完全通达明了了，啊，圆满的智慧，啊，明了之后，啊，他教导我们，能够随顺我们今天讲大自然的规律，就是自性的规律。啊，我们中国人称为道德，啊，自性的规律。那你这个生活就幸福美满，啊，你的身体健康长寿，啊，年岁虽然增长啊，容貌可以不变。永远年轻，永远不会生病。居住这个地区啊，真是五谷丰登啊，日月清明啊，风调雨顺啊，没有灾难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顺着心德。如果违背心德呢，麻烦大了。那什么灾难都来？啊，身体你会生病，啊，居住的地方会有很多灾难，啊，那么想这些，或许还没有能把它讲清楚，啊，可是佛法今天已经发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就我们不能不佩服他，我们相信。科学家逐渐逐渐能证实，但是他不能见性。为什么？见性必须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。科学家这个没有放下，他没有放下，那么他们研究到最后的结果，像我们这个境界，
我们对宇宙了解什么？是从佛经上得来的这个知识啊，他们是用科学实验上得来的啊，跟这个讲的是一样的。这叫解悟，不是证悟啊。解悟是我们对这个里头道理明白了啊，方法也明白了啊，因果也懂得了，我们自己知道怎样去证。啊，这个路子搞清楚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佛菩萨那个境界，我们可以达到，这不是不能达到。啊，又何况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这真话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你本来是佛，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？迷了，迷了自信了，迷了之后，这最严重的麻烦。就是自私自利啊，名闻利养啊，五欲六尘贪嗔痴慢，这烦恼起来了。这个东西起来的时候，所以身体就多病，居住环境就多灾难，这么来的呀。啊，明白之后，那我们要改变心态，知道我们起心动念。变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众生，我们这个念头的信息，它统统收到。你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吗？糊涂人不知道，明白的人知道。啊，染污的人不知道，心地清净的人知道。啊，知道他会不会责怪你？不会。啊，他要会责怪你的时候，他又起了分别执着了，他跟你一样了。啊，他不能超越你了，所以看得很清楚，心地还是清净平等，如如不动。啊，这叫佛菩萨了。啊，他不会被你境界所转。这就是站在上面，它永远不会掉下来。这道理在此地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第二门，啊，广狭自在无碍。从第二到第十这别说，前面头一条是总说，啊，大疏云。这个大疏是清凉大师。华严经的注解啊，我们称为华严大疏啊，说如净持之净，见十理之隐，这一句话是大疏清凉大师所说的。他用净呢比喻下啊，这比喻下，而十理之隐呢在喻广。十里的这个是一尺的镜子啊，照在外面大概十里没有问题啊。那么中国的里比公里小，十里是五公里啊，那应该看得清楚啊。现在我们看到地平线是三十公里啊，看到地平线三十公里。啊，这一面镜子，现在这种现象啊，就更进步了。因为现在我们照相机，啊，照相机没有一尺啊，啊，它几公分呢？你看这镜头那么一点点。啊，我们如果站在稍微高一点点地方，啊。照地平线的三十多里的这一些景观呢，全部都在这相机里。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是广狭无碍。啊，也就是说
即摄离的景观有没有缩小呢？没缩小。那照相机这个小镜头有没有放大呢？没放大。哎，它就在里面。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呐。我们再把它引用在我们自身上，我们的眼能见，眼睛确实像一个照相机。啊，那要这个是学过唯识学的就好懂。啊，眼能不能见呢？眼不能见，就像照相机一样，眼能照。啊，照出去这个景象的时候，就印在眼识上，眼识就好比后面的荧幕，啊，前面这个景观就落在后面的荧幕。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相机啊，很进步。啊，你在这个镜头后面，你就看到荧幕，你就能看得很清楚。啊，但是它不会分别。啊，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。啊，谁去分别呢？第六意识分别。第六意识不能见。啊，见不到，他也听不到。第六意识他也有见分，他有相分。他的见分见什么呢？就见眼识的这个照进来的这个画面。他在这边就分别了。所以分别不是眼，分别是第六意识。分别之后就起执着了，哎，这个我喜欢，那个我讨厌，那什么？那是莫那识。啊，莫那识他的分别不是在眼识这个屏幕上，是在第六意识屏幕上。一重一重的。啊，眼只管对外。啊，外面什么人他只管收就是了。啊，他没有办法分别之处。那么第六意识分别之后印象落在阿赖耶。一层一层都是转播啊，啊，一层一层转播，转播感觉的那个画面跟外面一样，啊，绝对不是说像我们看的照相，你看，哎，我们只看到这个画面上它缩小了，不是，你看我们这个眼睛，这个照相机的功能就大了，啊，第六意识圆它，第七识觉圆它，都跟外面境界一样。啊，好像没有看到的缩小一样。实际上它那个屏幕很小很小。啊，非常小。啊，小到我们肉眼没法看到，连显微镜也看不到。如果能看到的话，科学家早就把它说出来了。这个佛能讲清楚。啊，所以经上讲啊，芥子那须弥。啊，芥菜籽很小啊，须弥山很大了，须弥山能放在芥菜籽里面。啊，须弥山没缩小，芥菜籽没放大，我们用眼球来比喻更好懂，比佛这个比喻还好懂。啊，我们睁开眼睛，你看那个喜马拉雅山，啊，看得很清楚啊，尤其现在坐飞机上，你从居高临下，你看地球。啊，地球没缩小啊，我们这个眼睛没放大了，感受完全相同。
没有两样啊！啊，这个就是要光瑕无碍。啊，而啊，这个是二十。只能够收这些音声，啊，他也没有分别，也没执着，啊，分别执着都是第六识、第七识起作用，啊，所以真正修行人不能用识啊。用事是什么？用事生烦恼啊！教光大师在《楞严经正脉》里面就讲，那是讲高层次的修行人，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没办法达不到的境界啊！他说。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教导这些大众啊，那个层次都相当高了，教他们说舍食用根，那就跟诸佛如来没两样。但舍食不用阿赖耶，不用阿赖耶也能不能见？能见。那是什么见呢？那见性见。耳朵能不能听？能听。闻性闻，不是耳识，不是眼识。啊，这就是什么？立心一识。禅宗里面最讲究这个理论。啊，他为什么参禅能开悟？就是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他不用心一识。这个高啊，这能开悟啊，能见性啊。啊，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心意识是什么？心是落印象，意识执着，识是分别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眼见思耳闻声，啊，鼻嗅香舌。肠胃啊，身体的接触啊，意里面的知通通不用，那就变成完全是直接的而没有间接的啊，不用分别就是不用第六识，没有执着就是不用啊第七识，不落印象就是不用阿赖耶识。这是什么情形呢？这像镜子照外面的东西，不落痕迹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化身菩萨。才有这个本事啊！啊，这是化身菩萨境界。啊，教光大师提倡的舍食用根呢，非常符合《楞严经》的教义。啊，楞严不是对一般人说的。啊，是对哪些人说呢？将要开悟还没开悟，他已经达到开悟边缘那个境界啊，那用这个方法向上一提升，他就入门了，就入华严境界了啊。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也知道这方法，我们真修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啊少用分别执着，
这叫真功夫啊。你才能够真正把你本来的你的真心，你的真心是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的。啊，我们这个无量寿经经体上，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的心，清净平等觉，你才能恢复啊！恢复到清净心，你就是阿罗汉；恢复到平等心，你就是菩萨。啊，恢复到大觉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清净心是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证得的，平等心还是四圣法界菩萨佛证得的，觉呢，觉就出了十法界了，啊，原教初住以上了，那真佛不是假佛了，啊，所以真修行，无论修哪个法门。那是方法，门道不一样，八万四千无量无边，理是一个。啊，决定不能搞分别执着啊！你只要有分别，就有六道。六道怎么来的？啊，六道是执着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所以你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。啊，佛教我们随缘，不要攀缘，随缘就是不执着，什么都好。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点都不糊涂啊。啊，真实智慧也。啊，明了，明了而没有分别执着。这是阿罗汉，这是菩萨。啊，如果你阿赖耶也不用了，啊，心里面痕迹都不着了，那他成佛了。啊，他比菩萨高多了，菩萨还不到这个程度。啊，这个在法相宗里面叫舍实用根，啊，《楞严经》唐朝时候传到中国的，啊，这个是印度的一部珍宝，啊，那个时候佛教向四面八方流传，啊，他们的国家把《楞严经》看作国宝。这一部经不传给外国，啊，所以许许多多的高僧啊，中国这些高僧到印度去留学都没有看到这部经典，啊，这部经典是印度人一个出家人巴拉米蒂，啊，偷渡到中国来的，啊，那很苦啊，因为出关的时候搜身呢。检查了啊，那你带这个是违禁品的时候是犯法的，要出刑的啊。他用了很苦的苦心，把这个手帛破开啊，把这部经用很小的字写，写成之后放在这个帛子里面，再用针把它缝起来啊，这样偷渡出关，他没被查到啊，送到中国来。啊，翻译成中文之后，他回国。啊，回国去自首。他把国宝偷来到中国了。啊，回去承担责任。啊，接受啊国家的刑罚。这个精神了不起啊！啊，禅太难了，真不容易。
啊，可是依照楞严，圆觉跟楞严这个相仿佛啊，依照这个经典去修学啊，能帮助我们戒行向上提升，这很难得的啊！如果在净土中来说，你能够有楞严经写实用根的这种方法啊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生在同居土、方便土，你是直接生到十宝庄严土啊！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，也就是说，它能够帮助你看破放下，啊，有这个好处啊！啊，那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去学这些楞严圆觉，可是华严跟无量寿经里头也不例外，都有这个教义在其中。啊，方法尽管不同啊，方向路是一条啊，一定要知道方向啊，放下烦恼，放下执着，放下习气，回归到经题上所讲的啊，你把你的清净心恢复，清净心是你自己本有的，平等心恢复，觉性恢复，你就成就了啊。觉非常困难，如果没有清净平等，你决定不会开悟啊。清净平等心现前，距离开悟就很近了。啊，随着广狭自在，我们用唯识来讲的时候，意思才能讲透。啊，在日常生活里的修行呢，生活就是修行，修行不离开生活。啊，修行就是工作，就是处事在人间，没离开。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啊，都不离世间觉啊。下面再看本经，法大誓愿品云，这第六品，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。我们看看西方极乐世界的物质环境，所居佛刹啊，包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你生到极乐世界，你所住的地方，这个刹是刹土啊。我们今天讲星球啊，广播严禁，这个地方大了，比我们地球大多了。我们地球在太空当中很小很小的一个星球啊，这个是我们都要知道啊。我这里有一张照片，这诸位能看到，这个地方有个蓝点，这个点呢是在太空照的地球，你看到有一道亮的地方，这个是银河，银河系，
这在什么地方照的呢？距离地球40亿英里，我们放射的这个人造卫星，啊，人造卫星飞出去40亿英里之外，镜头再回过头来照了一张，送回地球了，啊，你看看，就那么一点点，40亿英里。很小很小啊，啊！所以我们人要知道事实真相啊。这么一个小球，我们人在生活上40亿里之外啊，看不到人了啊。那人比细菌还小啊，啊，他还不老实啊，还在这个地方糟蹋地球，错了。啊，明白之后啊，要真正用功去修行。啊，人确实是宇宙的主宰。啊，宇宙从哪来的？是我们念头发生的。啊，这现在被量子力学证明了。啊，这所有物质的现象，啊，是意念累积一种连续相。根本不是事实，啊，是个幻觉。你看，极乐世界的广大，啊，太阳比地球大31万倍，啊，这星球大了。极乐世界比太阳大太多了，怎么没看见呢？太远了，啊，它距离我们10万亿个佛国度，啊，一个佛国度是10亿银河系，啊，10亿银河系。那10万亿个佛国度的时候，就是10亿再要乘10万，这个距离太远了，所以我们看不见它了。啊，虽然这么远，可是我们这个念头的信息啊，不可思议。我们念头一动念，那一边就收到了。所以这个念的速度没法计算的。啊，《还原观》里面告诉我们，啊，一微尘，那微尘就是我们现在，啊，应该是现在这个。这个量子力学里面讲的小光子，那个小光点，啊，佛法里面称为微尘，极微之微。啊，阿罗汉的天眼都看不到，在佛经里面告诉我们，8地以上，他看到。啊，这么小的一个物质，啊，一个东西，啊，一个物质现象，它具足了4大无蕴。啊，4大无蕴中间合合，啊，生出这个现象，它是所有一切物质的基础。啊，一切物质的时候大。到虚空法界，小啊，到底是一个微尘，通通都是它组合的啊。它从哪里来的？是从意念里面产生的啊。意念是语言，自信是体啊。意念没有意念，自信不会产生这个东西，所以自信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它什么都不是，它能生万法，啊，它能生物质现象，能生精神现象，啊，但是它缘是什么？缘就是波动，
这个信息就是波动。所以即事实一微尘一毛端，它都在震动，它不震动都就没有了，它就靠震动才产生那个现象啊。那么这个震动它的影响范围多大呢？变法界虚空界，你看它讲三种周遍，第一个周遍法界，它这一动就周遍法界啊。第二个现象呢，畜生无尽，随着意念产生变化，无量无边的变化啊。我们学这个课程也很困难啊，为什么它会产生这么变化？我想了很久啊，啊，想到小时候玩的万花筒，啊，所以就很多同学找了好多万花筒送给我。啊，你看万花筒很简单的，里面三片玻璃，啊，放一点点碎纸，不同颜色的，啊，你把它转动。你从早到晚你去转动它，它里面图案的变化找不到一个相同的，这不就说明了吗？不就是这么个意思吗？啊，真的出生无尽啊，那从这个里面就看到出生无尽啊，啊，所以是设法界一真庄严的万花筒啊。啊，第三个现象，含容空有，也从万花筒里面能见到。你看，无量无边这些图案，通通在里头。啊，含容空有是我们大乘以后，啊，经常常常有两句话：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啊，包太虚是含空。啊，量周杀界，是容有，度量大了，能包容啊！啊，这个宇宙之间万事万物，你都能包容，为什么？它是你变现的。啊，自体是自性的，自性不可思议。啊，真的把这些大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什么问题自己可以做主了？啊，得身上有病得重病了，需不需要治疗？不需要。我念头一转，病就没有了。啊，我在前面跟诸位举的这个例子，啊，你看我们东北有个同学。刘素云居士，啊，上一次到这来住了八天呢，啊，他得的是红斑狼疮，59岁的时候，这个病比癌症还可怕，但这个病几乎没办法存活，啊，他不幸得这个病，虔诚的佛弟子，对佛法一点怀疑都没有，所以他得这个病，人医生告诉他，你要心理准备，你随时有死亡的可能。他听了若无其事，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。他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念头都没有。啊，所以医生是赞叹他，你的心情这么好，这个很难得，从来没见过。啊，有病自己好了。啊，他医药不能用，用了医药起副作用。所以医生给他讲，没法子治。让他回去，回去过了一段时间好了，再检查没有了，
连疤痕都没有。啊，注意一下子，那是什么人？调整心态，他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他没有病。所以那些也带着病毒的细胞啊，通通恢复正常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嘛。啊，身体里面的细胞凭我们的意念可以恢复正常，外面的山河大地，我们的意念也能叫它恢复正常。啊，不让它有地震，不让它有灾难。啊，可以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啊。你只要真信就行了。如果你带着怀疑了，那就不行了。你的功力全被破坏掉了。啊，这是我们眼前看到一个证据。啊，我们在西方这些书籍里面看到的。啊，西方人他叫祈祷。祈祷的力量不可思议，实际上就是改变观念。啊，他有个例子，啊，这个例子科学上有报道，有一个妇女得的癌症，肿瘤，啊，她这个肿瘤也相当大，啊，差不多有两三公分，啊，那么大的一个瘤，那很严重了。啊，三个医生啊给他做祈祷。啊，祈祷的时候心地真诚，一个妄念都没有，只需有一个念头，看着他应该是在那个 X 光照的时候看着这个肿瘤，看着他。三个医生同一个念，一个意念啊走了。啊，就是这个瘤啊，走开了，啊，就是这一个意念，啊，就说这么一句话，走开了。用了多少时间呢？2分40秒，这个瘤真没有了。这个科学怎么解释？啊，真的没有。啊，这是说一说集体的意识，三个人。啊，一个人力量就很大了，三个人。啊，所以西方人呢，从这些例子的时候，这科学没法子解释，但是到最后，量子力学把它解释开了，有这个可能，意念主宰一切，意念能够将所有物质界物质环境呢改变啊，所以我们身体得了病是什么呢？不善的念头啊，啊，贪嗔痴慢疑是病的因呢、啊，这病毒佛家讲三毒啊，啊，那是因啊，怨恨恼怒烦那是缘，你要有怨气啊。要有烦恼，要发脾气，你就肯定会生病的嘛。所以，如果把这个态度一调整，啊，逆境我不生气了，我不怨恨了，啊，顺境呢我也不是很喜欢，永远把自己的心摆到平常心，啊，就是摆到清净心，清净心现前了。你里面那些病毒啊，自自然然就恢复正常了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没听说那里有病人，没听说那里有医生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今天懂得了。心态好嘛。没烦恼啊。就这么个原因呢、啊？希望就是说没有灾难呢、啊。啊，光波严净，严是庄严呢、啊，净是清净啊，光影如镜，
彻照十方，这是人家大地呀！啊，这样的美好，完全是善念变现出来的啊！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，啊，那个地方的居民，皆是上善聚会一处，啊，不但是善呢，善到极处了，上善之人聚会一处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想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那你得有善心啊。你没有善心去不了啊。阿弥陀佛没法子贿赂啊。那你要去凭真正上善啊。所以经典一打开，你看善男子善女。啊，那你不是善男子善女人，你去不了。善有没有标准？有标准，摄善业道。啊，摄善业道怎么学呢？给诸位说，《弟子规》就是摄善业道。啊，摄善只讲十条啊，《弟子规》里面讲的多，讲的很详细。啊，你能把《弟子规》落实，把《太上感应篇》落实。你就是善男子善女人，你念佛肯定往生。为什么呢？你具备了他的条件啊。如果弟子规感应篇你没做到，你还常常犯过失，念佛也不行，念佛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也不会来接你。你想想为什么？怕你把烦恼习气带到极乐世界，把极乐世界破坏了。人家防得很严啊。啊，心行不清净的是决定不能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所以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不多，原因在此地。啊，出家人最低限度要落实沙弥律仪。啊，沙弥律仪没做到，出家人念佛不能往生。这个道理不难懂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的美好的原因我们知道了。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有没有差别？毫无差别。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真正能把伦理道德啊、因果教育通通都学好了，我们这个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了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佛菩萨在这个世间苦口婆心的教啊，非常可惜，相信的人少，不相信的人多。啊，现在我们的社会比不上过去。啊，不要说多，30年前，我初到香港来讲解，1977年的这个。香港的社会比现在好得太多啊！那时候香港没有地铁，啊，没有隧道，啊，也没有这些高楼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栋新的大厦，50层，啊，在香港这个。海岸边上那个窗户是圆圆的圆形的，那栋大楼还在啊。我来的时候，香港的时候最高的一栋大楼，一般房子大概都是30层十几层的啊，十几层的很多啊，最高的就是20-30层，不像现在啊。啊，那个时候的香港很可爱啊，
现在不可爱，现在。现在香港是外国人讲啊，最不适合人居住的城市，啊，严重的染污。啊，那个时候的人还相当善良啊，还有一点伦理道德观念，现在很少了，现在几乎都听都听不到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懂的。这底下一句说：“彻照十方啊，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。”这是48愿的愿文啊，一段。下面黄老居士给我们解释：你看，以一刹之利用。遍彻十方啊，这是广的意思啊！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这一个佛刹，这个佛刹的力度，这个佛刹起的作用，遍彻十方，这个我们明了。无论是物质现象，是精神现象，它的波动都是变法界虚空界。当然，阿弥陀佛的光明照到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为什么看不见？那是我们自己有业障。啊，业障消除的人，他都看见。啊，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就在面前，如对面前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广的意思，一刹之相不坏，是为相。广狭自在呀！啊，这一刹的是，这是他在呀，他没有改变呢。利用无限之广，于一法之下，不相妨碍，个个自在，故名。广狭自在无碍，啊，那我们再把它缩小，缩到我们现前。我们学这个东西，它学的都有用处啊！啊，现在。地球麻烦了，我想应该是去年的事情吧。美国出了一个电影《2012》，全球联播，大概起了一点作用。啊，我是几十年没看过电影，也没看过电视了。啊，我在高雄治牙齿，同学们看了之后回来告诉我，有这么一桩事情，啊，一定带我去看看，啊，我去看了，看了之后，我告诉大家，这是一个警告，严重的警告，啊，是一个信息。不能够疏忽啊，可能是也引起全世界人的注意啊。往年我跟许许多多宗教接触，
从来没有谈到过灾难的问题。而在去年跟今年的年初，我在澳洲访问了10个宗教，几乎每个宗教都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。大概在1个月之前，我们这个地方凤凰电视台还找我做了个专访，也谈这个问题。现在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地球上的灾难。佛教是真有办法了，不是没办法，但是你得相信才行啊。要真信。真能产生效果，那这不是广狭自在吗？我们这个道场很狭小，这地球很大，地球对我们来讲是广，我们这小道场是狭。那我们学佛不能白学啊，看到眼前这个状况，我们应该怎么做法？这个世界，人人都希望和平，都希望和谐，可是人人没有认真去做和谐。和谐从哪里做起啊？要从自己做起才行啊。希望别人跟我和，我不要跟他和，这行吗？这能办得到吗？这做不到的事情啊。那佛教导我们，教导的是所有的弟子们要修六合敬啊。要从自己做起。六合敬里头第一条是理论的依据，敬和同解。敬和同解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实在讲，就是贤首过世的望境还原观。前面的三段呢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星球从哪里来的？万物从哪里来的？它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个东西搞清楚了，那我们的见解就相同了吗？我们的看法就一致了吗？见和同解要从这里先做基础啊。佛在大经华严经上告诉我，首先就帮助我们建立这个基础，显一体，显示出来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，自性清净圆明体。我们说整个宇宙跟我是一家，一家还是有距离，还有好多个别不同的分子，不是一家，是一体。我这些年来，从99年10多年了，
啊，跟许多不同宗教往来。我们希望宗教能团结，啊，宗教能和谐相处，有助于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啊，我们建立在什么观念上呢？除佛教之外，每一个宗教都肯定有个神，啊，创造宇宙的神，造物主啊，啊，佛教里头没有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佛教讲什么呢？自性清净圆明体。这就是佛教讲的造物主，这是什么？叫自信呐、啊。我们老祖宗也讲，佛教没传到中国来，老祖宗也讲，老祖宗说本性本善啊，《三字经》上讲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那善什么意思呢？那善就是佛法讲的清净圆明的善呐、啊。这善不是善恶的善，那叫好极了，好到极处了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佛把它讲成清净圆明，用四个字来解释。啊，这个是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啊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它是永恒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跟宗教接触，我们也肯定。他们所讲的神，所讲的上帝，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。我说，我们都想承认，宇宙之间一个真神，造物主。啊，我说真神，有圆满的智慧，你们能不能接受？啊，都肯定，真神有圆满的智慧，真神有。广大的神通，你相不相信？相信，真神能够千变万化，哎，都相信。我说那行，那问题解决了，怎么大前提解决了？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真神的化身，所以宗教是一家。我原先以为要经过辩论来，啊，很多人要来谈，啊，结果你看十几年来接触多少宗教，哎，都相信，都肯定了，啊，从来没有过争论，好死了，啊，真的这些人有智慧，一听就明白了，啊，那真神为什么要建立这么多宗教呢？啊，是因为在过去交通不方便啊，你看100年前确实在大陆上，我知道有人在乡下的时候一生城都没进去过，隔壁那个村庄老死不相往来啊，他活动的空间就那么一点点啊，交通不便呢，没有资讯呢。那么神要教化这些人，他只有变很多身，啊，在各个不同的族群里面，啊，不同文化里面，啊，他要现与他们相似的这个环境，啊，在那个里面教导他，啊，你细心观察所有宗教的典籍，大同小异，70%相同，30%不同是吧？那是他生活方式不一样，文化背景不一样。那讲这些，主要讲的方向目标完全相同。仁慈博爱呀、啊，那这个总目标是相同的。你看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，啊，古德，这个应对一些疑问呢，说得好啊。有人问什么是佛教？
那祖师们答复的是：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这就是佛教啊。啊，那么你看看新旧约，新旧约是三个宗教所依据的经典。啊，犹太教依旧约，基督教依新约，天主教新旧约都有。啊，它里面讲什么？最重要的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。啊，他没有说爱信徒啊，他说爱世人呐、啊，那跟佛法大慈大悲一个意思啊。啊，世界上还有个大宗教，伊斯兰教。啊，信徒超过10亿人。啊，古兰经重要经文前头一定有一句：真主确实是仁慈的。啊，这不就是方向目标都一致啊？啊，只是在生活细节里都不一样。所以宗教可以团结，啊，宗教可以来拯救地球。啊，那他们崇尚的是祈祷，祈祷有没有效？有效。但是那是治标，不是治本。啊，眼前的灾难确实能化解。啊，大灾难化成小灾难，小灾难就没有了，真有效果。啊，可是不祈祷的时候，他又毛病又出来了。所以他不是治本。啊，治本是什么呢？佛法讲的治本。啊，治本是讲经教学。天天讲让大家觉悟啊，天天学习啊，我们能够真正的获得幸福美满的人生啊。我们中国老祖宗懂得，这佛教没到中国来之前，中国老祖宗就知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，古时候中国人最重视教育啊，教育从哪里开始啊？从胎教开始。啊，母亲怀孕的时候，啊，那个胎儿在胎胞里面还没出世，他已经在学习。啊，这一桩事情被现代人发现了。啊，西方这些心理医生用催眠的这种手段，啊，让一个人回到母亲啊在坐胎的时候，啊，在胎胞的时候，问他那个感觉，他都能说出来。所以这才晓得他在胎胞里面的时候都有知觉啊，啊，母亲的情绪啊，动作、言谈举止对他都有影响啊，对婴儿都有影响。这才真正肯定中国人的这种胎教大有道理在啊。啊，小孩从一出生，他睁开眼睛，他就会看，他就会听，他已经在学习。啊，所以中国从前重视扎根教育，小孩从出生到3岁，这1000天就扎根教育，这1000天当中非常小心去照顾他，啊，所有一切不善的事情，不能让他听到，不能让他看到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啊，父母要把他看好，啊，父母在他面前。言谈举止都要规规矩矩，要合理。为什么？他在学。
啊，所以中国这个民族五千年的历史，五千年来长治久安呐、啊，这个民族有智慧呀、啊，有德行啊。啊，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三个都没有了，唯独中国还存在。什么道理？教育，懂得教育啊，这个跟佛教育的思想完全一致。佛懂得啊，那么非常不幸，中国从满清亡国之后，社会就动了。啊，刚刚统一，日本人侵略中国，发动8年抗战。啊，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了打掉了。我们天天在逃难呢。把这个传统的教育收获了，一直到现在没办法恢复。啊，中国的教育在过去是儒释道的教育，啊，儒家代表伦理道德，道家代表因果，啊，佛法儒道的运用在里头，而且更向上提升一层，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。讲中国传统文化，离不开佛教啊！啊，这年外国英国汤恩比博士他都讲得很清楚，中国人心量大，汉朝时候接纳异族的文化，就是说的佛教，啊，是印度的文化传到中国来，中国人接纳，啊，而且认真学习佛法，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。这汤恩比说的，啊，融合成一体了。佛、儒、道，基础相同，都是在孝亲尊师啊，中国人非常重视啊。佛法的基础建立在孝亲尊师，你看敬业三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摆在头一句啊，所以中国人喜欢佛法有道理，他跟我们老祖宗讲的那个根是同一个根。啊，完全随顺性的，随顺自信的，这是好东西啊！啊，中国从汉朝两个非常明显的教育体系，啊，儒家的教育是政府在推动，啊，宰相带头，啊，在全国推动儒家的教育。佛陀教育呢，是皇上他推动，他在主导。啊，所以佛教的这些场所叫道场，啊，都称之为寺。啊，寺是帝王专用的。你们到北宫这个北京故宫去参观，你就看到了。啊，寺是政府办事的机构名称。那为什么用寺呢？寺是永久设立，不能废除的。啊，宰相底下永不。啊，但是他可以
有增有减，啊，可以废除，可以增加，事是永恒，不能变动的。这对他的尊重啊！皇帝下面有九个寺啊，佛教来了也称为寺，就变成十个寺啊，由帝王主导，所以他传播比如快啊。你看每一个县，孔庙只有一个，可是佛的庙不晓得有多少个，皇上领头干的嘛。那历代的帝王几乎绝大多数都是皈依佛门的，啊，都是礼拜这些出家人为老师，称为过师，贤首是过师，清凉也是过师，皇上的老师啊。啊，也重视教育。那么今天我讲治，化解灾难，治本，治本就是靠教育。啊，宗教一定要教育，把宗教教育搞出来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天天讲经教学啊，没有一天中断过啊，一天不止八个小时。啊，我们是明白了，认识了佛教，这才五体投地佩服啊，向往啊。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啊，劝我出家啊，而且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我接受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，30岁开始，79岁圆寂的，讲经教学49年。我26岁学佛，33岁出家。出家就开始讲经教学，啊，教佛学院，今年52年了，啊，佛教是教育，不是迷信的，不是宗教啊，这个要懂得了，它是教育，啊，所以老师要我走这个路子，我很欢喜。啊，一生教学。啊，老师最初叫我看的书是刚刚学佛，看什么？看释迦谱，看释迦方志。老师告诉我，你要学佛，你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。你要不认识他，你就会把路走错了。这个指导非常重要。啊，他没有教我读什么经典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他叫我就先看释迦方志、释迦谱。啊，这唐朝人写的，《大藏经》里面有。啊，认识之后才晓得，他是人，他不是神，他不是仙人，才晓得哦，印度人称佛，中国人称圣人，一个意思。啊，佛是什么？佛是觉悟的意思。啊，圣是什么？圣是明了的意思。看明了跟觉悟一个意思。啊，中国人称孔子、孟子圣人。啊，在印度称释迦为佛陀，佛陀就是中国人讲的圣人，菩萨就是中国人讲的仙人。啊，阿罗汉中国人讲君子。学位的名称啊，这你得搞清楚啊，你才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。
啊，你才晓得这里一丝毫的迷信都没有。所以中国帝王聪明啊！啊，如果是迷信，他怎么会接受？啊，从外国传来的，啊，真实智慧，啊，跟你一交流，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啊，这才接纳了。啊，那我们今天为佛弟子，把佛教变成宗教。能对得起释迦牟尼佛吗？释迦牟尼佛的身份是职业老师啊，跟孔子一样啊。当年在世，有教无类啊。孔子还收一点学费啊，释迦牟尼佛不收学费啊，是义务的老师啊。那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什么身份呢？啊，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老师。多么值得人尊敬啊！今天把他打入宗教，打入迷信，你说我们这些后世的弟子该不该死？啊，从前的道场、寺院、庵堂。乾隆时代还都是普遍教学，那是什么学校？我想佛教变成了宗教，变成了迷信，啊，应该是嘉庆以后，不到300年了，啊，200多年了，真正变质应该是慈禧。所以慈禧的罪很重啊！啊，慈禧也是虔诚的佛教徒，啊，也拜这个出家人做老师，可是他迷信，啊，他不相信佛的，他相信鬼神，啊，喜欢嫁鸡孵卵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在慈禧之前，清朝宫廷里面，请这些儒释道的高人，都在宫廷讲学啊。啊，帝王带着嫔妃、文武大臣，天天学习，受教育啊。啊，慈禧掌握政权之后，这个条例废除了。啊，换成什么？换成一些服软的，啊，这是人民上行下效啊，皇上都是太后啊，老佛爷都是喜欢这个，所以服软的风气啊，就民间不朽了。这今天不讲了，变成搞超度啊，搞金蝉佛寺。啊，所以从慈禧到现在也不过200年了。佛教堕落成这个样子，这我们都痛心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一定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。释迦牟尼佛在哪里？在经典里头。啊，你看我们天天学经教，学得多快乐！啊，我们这个生活过得多美满。啊，方东美先生当年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我感谢老师。啊，真的，我这一生享受的最高的享受，是他老人家教我的。啊，他要不教我，大概我跟佛就缘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不可能接触佛教。啊，因为我跟现在社会大众一样，对佛教有偏见，认为它是迷信。
啊，认为它是宗教，而且是宗教里面的低级宗教啊。为什么呢？它多神教，什么都拜。啊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。啊，低级宗教什么都拜。啊，这个错得太离谱了。啊，不是方老师给我纠正过来，永远我都不会改变。啊，所以我遇到三个老师好。啊，第一个是方东伟，第二个是张家大师。啊，张家大师往生之后，我跟李老师，啊，跟啊方老师是启蒙。啊，张家大师三年奠定了根基，以后跟李老师十年，啊，讲经教学。是李老师教的，啊，这个路子正确，啊，所以先前在这个社会上，我看到的有六种不同的佛教，这佛教形式，啊，第一个释迦牟尼佛的教，我们继承了，啊，教育，啊，佛陀的教育。第二个呢，宗教的佛教，这很多很普遍。第三种学术的佛教，我也曾经干过，在大学里面拿着佛经开课，叫佛经哲学。我记得我教了五年，那学术的佛教。啊，现在呢，现在还有旅游的佛教。我在中国大陆看见，啊，观光旅游的佛教，还有企业的佛教，啊，开了很多连锁的寺院，啊，企业的方式来管理，啊，听说还有的还是上市了，啊，最后一种邪教的佛教，这还有六种，啊，你学佛，你学哪一种啊？这总得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要不然你迷信啊！啊，就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这一个小道场，这一个小道场是规规矩矩，啊，从事于教学道场。啊，这瞎了一个教学道场啊！啊，那么这个地球上的时候，佛教很多啊，佛教全世界这个信佛的。应该有六七个亿的样子，啊，有这么多信佛的人呢，啊，可是现在真正走佛陀教育这个没有了，我们要带头，我们一个地方带头，啊，做出成绩出来了，让其他的这个道场到我们来看，来学习，慢慢就推广。把佛陀的教育复兴起来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当年多次告诉我，要复兴中国佛教，一定呢要恢复丛林制度。丛林制度是隋唐时候建立的，是什么呢？正规的大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私人教学。跟孔子一样，啊，没有正式啊，这种教学，但是到中国来，这是佛教的革命，把它学术化了，啊，正规化了。所以你看，丛林里面，啊，这就是大的寺庙了，它的职务分配，啊，主席就是住持方丈是校长。啊，首座和尚是教务长，管教务的；维诺是管训导的；监院是管总务的，跟现在学校完全一样啊！啊，只是名称不相同啊，就这个我们必须要晓得，一定要把佛教带回教学啊，那我们就没有白干了啊，所以希望。我们同学今天是好好的学习。
把佛法学好。第一个，身心健康，老而不衰，不就是好样子吗？那我们在国际上这个形象啊，就让人很羡慕啊，年岁一问很大，哎，看起来又不老，这自己可以做得了主啊，啊，你不会生病啊，啊，然后可以能够帮助啊，能化解灾难啊。今天宗教团结的时候，宗教互相学习啊，所以我们有意办学啊。现在的缘可能在澳洲成熟啊，想在澳洲办个大学啊，办这个弥陀做弥陀村啊，办医院，现在我们有这个规划啊。这个做出来之后，给佛教啊，让在社会上面目一新呢，不是搞，不是迷信呢，啊，我们带头来做，这小慢慢扩大，这也是广狭自在无碍，啊，所以我们学了啊，要会用，啊，我们这一个道场光芒往四面去发誓，会去影响很多人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